这可能是最好玩的科学玩具了。你需要四个磁铁环、一支铅笔、一块橡胶和其他一些东西。取一块橡胶，插入三根木棒，木棒要插成边长为四厘米的正三角形。用胶水把木棒固定住，在橡皮的中心涂上胶水，再捏上一颗硬币，取一张中心有孔的厚纸板，做三个小孔，插入木棍中。现在取出四个磁铁环，一个放中间，另三个放在旁边。要求外面的磁铁环跟中间的要相互排斥。在纸板上木棒旁边涂上胶水，把磁铁环穿到木棒中，方向别放反了。等一会儿让胶水干掉。现在再取一支铅笔，把剩下的一个磁铁环套进去，取一条纸带捏上胶水，绕在铅笔上，把铅笔插在硬币上面，转一下，铅笔就开始旋转了。要调整好铅笔上面的磁铁的位置。现在往铅笔上面的橡皮上插入一个螺旋桨，把整个玩具放在吊扇下面，铅笔就会不停地旋转，像个永动机一样。